三百，要不要我变两百了？行，两百啊，好，两百，收，收，啊，你收。汤包，汤包，汤包给你，恁点我卖啦，你无点我卖来推销啊。你台车你就是要欠，你要买啊，恁无欠卖买啊，卖卖免叫啊。汤包上面写百五我了。 三百了，对呀，然后停个钱，你等包，豆腐老了，然后停，一包两包，啊，各位我开错边了，八包，我重开一下，抱歉抱歉，没有修，哪个没刷零掉？我重开一下，抱歉抱歉，等一下再吃乌龟粉那边，修啊修啊，哪个你没来上？ 你检查我袂啊？我卖勉强点嘛，啊，恁只种教的，无欠咱就卖买吼，卖勉强，卖勉强提价。然后，哎呀，这，四方面啥？港式凤爪，看有啥？看有啥？想看嘛？上个底箱敢是？应该是四箱吧。 我无知，我今日炸椒麻鸭掌，我卖免讲你这个也食袂晓，你嘛，好来，这椒麻鸭掌，椒麻鸭掌，吼，类似的产品啊，因为我过来煮过啦，啊，我都逐工拢炸无共煮过，这配料当食，这一包百二两包，伊也是免哦，两百了，一包搁送，一包搁你，两包了，一包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两包好呢。 好吃，来吃，两包了，最好是四包两包，咩啊？哎，你咩想？一包拢好。你个豆腐老的，你个要食啥？开错边了。你若点我好货啊，啊无我就无货啊。卖面筋嘛，卖面筋，我是啊，啥物？爱食啥嘛？我讲。红梅啊，红梅啦，要吃两包我了。拿钱。 两包我了，再考虑，再考虑两包了。红梅哥，你来个两包好，两包哥要吃红梅哦，两百块。来个来买啥？我讲真心话哦，恁若真正无需要，真正唔好谈只多了，因为顶礼拜我用欠底。 哦，你真正无欠的物件，你唔免谈只免讲啊！哦，我感谢恁啊，还好收听啊，真正感谢恁啊！哦，哎呀，无欠卖免讲，卖免讲，哎，啊有需要你留起来哦，该收的当收，我哩没有关系。哦，来，有咩啥物无？来，这要吃三百了，三百块要吃三百了，三百块这个塔口啊，人讲石臼啊，石臼就是这咯，石臼你冇听过哦？ 小章鱼啊，太酷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够要吃无？三百好够要吃无？三百拢有啊吗？啊，谢谢。来，看袂看会啥？这美式鸡柳肠。哎，卖了啊，抢了了。我今仔炸一箱来哦，是炸半箱，炸一箱。哎呀，我炸一箱哦。哎，好吃无？这。好吃。哎，真正当地拢好料的，你做回来。 哎，我先生。哦，靠！我冇看咧。有啦，冇看。我真正无印象，我冇印象。我真正无印象，我敢认这阿姊。你有印象啊？我真正无印象。我都拢冇读书的。我都拢认这阿姊。哎，爱张张无用啊。较少啊，拢伊内面。哎呀，我这拢伊较济啊。派公派过，派过。哎呀，来。啊，张下头无用啊。哦。今个走来遮。哎，啊，看看袂啥物。几块袂了咧，很早就卖完了，很早就卖完了。
重杰，而且你看我需要什么不？刚进来朋友记得先帮我按赞一下。切到半块了，我一种的还是要一种的？冻的这，要外冻的，电话就要冻的。300就好了。300了，吃不了你会当买别的什么？一条300，两条300，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300了。这感觉有人要来，无我就收啊，收。帮我清理一下。那我卖个三倍，不要再突破。下面有在一单。哪个要吃啥？新的啊。什么新的啊？葡萄木新的啊。十五年前我就无买啊。够久的啊！哎，葡萄木真的偌久的代志啊？你讲你葡萄木？哎，讲真正，我跟你说。还有意大利面吗？有。对。对了。意大利面还有吗？几包包啊？这啊？哎呀。两包了，剩两包拢我了。来收。啊，这是意大利面啊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浓南200。浓南。好。等于100啦。哦。有啊，这多好，来咯。一包。伊这逐个听讲炊肉烧着真好食呢，有一个人过来讲炊肉烧。嘿啊，对啊，一个啊，多一个人加多念讲，当个炊炊呢。嘿啊。有啊。好了。鸡米花，骰子鸡吗？骰子鸡吗？骰子鸡有鸡米花。骰子鸡就是鸡米花。来，规箱起起。骰子鸡就是鸡米花，伊的鸡米花其实就含鸡块同款意思，只不过它的形状不一样而已。这一包一公斤。啊，我一两千元，啥物事？现在有包装对了。哦，甲猪脚，来，这一包免300，免几啊个升价钱的升价，200了。耶！这两只块同款意思啊，只不过伊是圆的啦，200了。拢有啊。好。啊，谢谢。慢。大家过来看要吃啥？你后壁蚵仔敢够多济？Hello， 我甲恁推销，我今日第一工卖蚵仔，我走要100包俩，我甲恁推销一下好无？一人摕2包回来好无？上个礼拜这一场也有被检举，阿叔，你叫人去场主今天又来关切。我今日第一工卖蚵仔啦，我真久无卖啊，阿雄，有其他方卖？你要吃蚵仔吼，我来讲大面的吼。恁等下看要应试哦，看要蚵仔汤、蚵仔糜，我加一包来。蚵仔酥，欢喜就好啦。我第一工卖啦，好无？啊，吼，恁试吃看卖啦，吼。咱卖每一项产品，拢有经过吼，拢会甲恁吼，算讲甲恁把关较上好个吼，绝对袂起落垃圾物件来卖恁。恁放心，倒买物件放心。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人客。一瓶四个，一瓶四个，两包装起500、400，免你相信我一摆，200了，200块，200块，再200块了。你若要嘉宾，家己去找阮后壁。要嘉宾，家己去找阮后壁，后壁有冰，伊会当帮你加。你有买好个东西后壁，伊会当来嘉宾。200了。拿出几多只？大面当就好啊。食看卖，袂解失礼啦。来200，阿姨要冇要？拿几多只？最后这200啥物啊？来掏钱。好无？来一千个。够足侪无？够足侪，就是要敢要惊死哦！哎，你们有买蚵仔，你若要嘉宾去找，找阮阿峰啊。500。来，你去找阮阿峰啊！要嘉宾去找阿峰啊！我后壁有清奇的兵啊！好，要嘉宾阿峰，人过啊，去共嘉宾紧嘞，较来紧好啊！我要500。恁送给500无走诶？要嘉宾家去后壁加。你第一工，啊，迄个布着小洞嘛，穿起咧无衫。好，莫搁起来啊，有够啊。来个要食啥物？要食鱼啊，嘛会当甲我讲哦 ，OK 哦。那袂错。三工啊，你今日无爱买毛啊？有咧。即个人家足奇怪，你若无毛，逐礼拜要来甲我讨毛，即摆毛现伫咧，无爱买啊。人生就是安尼，200了，够。小五要等下转来啦。200块了，够，一过200。
两百无，两百，三百两百，四百给你。老姐。六百给你啊。七百给你啊。八百给你啊。九百给你啊。十百啊，一百二十块，三百你买得着？够买啊嘛，两百收啊。一百二十你买袂着，三工啊啦。无啊，袂了啊。无啊。来，你老贵，如果送你一百啊，加一百送你。我辛苦你啊！阿叔，卡住了，不会去。系啊，你两包，几只啊？我来啊。阿叔，你今日收两包汤啊？好啊，我今日我有听到。你先去收两包汤。毛豆我等收了去。只要我等我用好啊。这个先啊，三包包过。不是，三包。三百个人要来无？我咧接土匪好无？还袂好人对无？我搁送回啊！后背咧帮我送回。来个，你要食啥？来个拖鞋，你点落来，甲起起好。你要食鱼肉落来啊？做也无。哦。我说你家己用啊，家己用啊，不是小辈家己用啊。你要伊用，你咪要甲帮忙协助一下，伊是甲你帮忙啊，唔是应该嘞，对不？伊即马来你手里要甲倒用，对不？对，好啦，好啦。第一个要创，你 OK 啊？你迄个什么？迄个要怎么调的？对。第一个要食啥？买糖未了。